吧，是感觉还行，感觉的那些肉啊还有菜都非常的新鲜。比较推荐的是那个牛肉，就 international 那边的有一个叫什么，那边去的一个牛肉是特别好吃的，还有一个猪蹄子。那猪蹄子这两个我特别爱吃啊。那刚才选甜品的时候，我选了一个，最后选择我选那个提拉米苏。那还有啥也需要注意的呢？就它好像还是逢星期二吧，还是那个 King Crab， 就是帝王蟹自助餐，它是有帝王蟹的。这个逢周二的时候是大概50块钱一点嘛，平时就是20多30块钱一点。这里环境呢，我也觉得很舒适，各方面都给我的感觉非常好。还有那个菜心，就 Asian food 里面有那些菜心，那个菜心真的是很好吃，特别的好吃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啊。recommend 不是那种这个说这个冰鲜的龙虾，二的头，然后还帮你开好了，你直接一拿出来，特别的新鲜，完美。